上去西贡北郊游，唔使搭假日线嘅，搭呢条都得噶。好，大家好啊，欢迎嚟到 Tony Chan Transfer Live 嘅频道啦。哇，今日好郊野嘅 feel 啊，咁啊，嚟到黄石码头，好耐都冇嚟过啦，我呢度。咁啊，今日会讲同你讲一条路线，就系9/4。咁啊，9/4其实一条乡郊路线嚟嘅，佢同9/9系一样嘅，以前是一对乡郊孖宝嚟嘅，西贡乡郊孖宝嚟嘅。咁啊，呢条乡郊孖宝咧，咁我哋一阵会讲下嗰啲历史啊，嗰啲状况吓。9/4嘅乡郊历史孖宝，嗱，今日礼拜日嚟噶啦，所以咧一定系非常之会识救线嘅车嚟噶啦，呢条一定今日系一条会上会开得好密嘅线嘅车嚟噶啦。咁啊，黄石码头去西贡，咁就会呢条线其实就一路都好耐以前都已经有噶啦，我谂70-80年代呢啲年代已经出现噶啦，应该我唔记得咗，我冇点查过啦。呢啲線好耐歷史㗎喇，因為其實係鄉郊嚟㗎嘛，呢啲係鄉郊線嚟嘅。其實本身呢唔係因為有郊遊而出現嘅，而係因為呢本身呢海下嗰一帶呢一路都以嚟都有都有啲小村屋㗎嘛。咁你有啲小村屋，咁你講真，你一定要提供服務俾一啲基本服務俾嘅居民㗎嘛，要提供服務俾居民㗎嘛。咁所以呢條線呢就係一條鄉郊線啦，其實佢當年咧呢、這個佢其實同9/9係一條大孖寶嚟嘅。孖寶嘅意思即係話咩咧？90年代咧嘅年代嘅時候咧，其實就9/4同9/9咧，大家係共用車隊嘅。共用車隊嘅意思即係話9/4行完一轉之後就轉去行9/9，9/9行完跟住輪到行翻9/4咁樣嘅。所以咧，當年咧佢係兩條線咧，嗰啲牌係大家係即係其實就大家係互相交替咁樣用啦。如果你見到當年嗰啲好出名嗰啲布牌，我諗大家有聽過噶啦，成日用埋曬嗰只咩伊斯德車係嘛？我唔記得咗係咪阿利蘭車仔嚟，我成日都見，我以前都見過啊，9/9嗰只。咁啊呢啲全部都係貨，即係9/9都係一樣嘅，係做14鄉，做14鄉噶嘛，做14鄉泥涌嗰啲鄉郊生意去西貢噶嘛，咁以前西貢係一個西貢區嘅一個中心位嚟噶嘛，咁所以係呢啲係貨俾大家係去西貢市中心嘅。其實呢兩條線，咁啊當然啦，一去到假日咁啊，自然就因為啲人會走嚟郊遊咁啊，所以就自然咧就會9/4會加好多特別班次啦，呢個係事實嚟嘅。咁咧，所以咧就呢條線咧係喺假日嘅時候咧會特別密好多嘅。咁當然啦，九巴個策略係點樣對待呢兩條線呢？咁即係對待9/4呢？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啦，我都成日咁講㗎啦，呢啲線呢唔會唔夠，即係假日唔會唔夠，只不過呢九巴更加想做 R 線多啲㗎，即係如果有得揀嘅話，佢梗係想做 R 線多啲啦。咁啊，我都唔知佢幾點方開班車㗎啦，應該會好密㗎啦，所以就應該唔使點等都會有車㗎啦，唔使點等都會有9/4㗎啦。咁我哋一陣就會上9/4下。咁啊，主要咧而家禮拜日嚟噶啦，係咪先？禮拜日咧應該係大量嘅嗰啲去完黃石碼頭，去完嗰啲咩島啊、麥島啊嗰啲人咧就過翻嚟啦，去行山嗰班人都過翻嚟啦。尤其是而家黃金時段添，而家時間係4:14，係翻歸嘅時段嚟噶啦，係開始翻歸嘅時段嚟噶。4-5點係一啲開始翻歸嘅時段嚟嘅，所以應該係極度密嘅而家啲車。咁你會見到沿路會好多啲車嚟救線噶，好多嚟救嘅。咁啊～黃石啦，呢一度啦，咁就九巴就好想打如意線盤嘅，打一個就係落鑽石山，即係出九龍；另一個如意線盤就想打沙田嗰邊，打沙田嗰邊。咁啊，即係其實真係暗示咗話俾聽咧，即係話其實就西貢嗰幾條線啦，出西貢啊，唔係出鑽石山，出沙田兩個方向嘅，佢都想用 R 線嚟包裝。咁你見到好多時因為其實九巴覺得平日好蝕噶嘛，呢啲車係真係好蝕嘅，呢啲車真係有少人到阿媽都唔認得。咁但係當然去到假日嘅時候，你咁爆客嘅時候，佢梗係好想填補翻平日嗰個窿啦，係咪先個大氹啦，係咪先？雖然平日佢呢啲車係半個鐘一班嘅，佢都好想填翻個氹嘅，即係填翻個氹，因為始終第一收得平啊嘛。
收得平得嚟，又下踩咁多山路咧，好蝕噶嘛！呢啲車都算踩好多斜路山路噶嘛，咁所以就哇，梗係有梗係大油水嚟補貼下，填個氹啊，賺下大錢，咁咪梗係無妨啦，係咪先？加上假日客咧，嗱你睇下，我而家做第一個，你睇已經大把人十幾廿個人喺度等車啦，所以佢點又唔介意，又唔介意俾多啲錢嘅時候，如果呢個九廿四變做九廿四 R 嘅。啊！佢都唔知幾想做啊，收貴你一倍都唔介意做啊，好似大嶼山嗰啲收費都唔知幾 good 係咪？好，咁我哋而家上車，我相信搭四會開車㗎啦，依家，咁我睇下上車未先。而家上咗廿六個人，我都唔知佢幾多分鐘一班啊！我都數唔到啊！而家係四點十七分就開車啦，都完全都唔係整點班車，應該係開得勁密噶啦。嗱，好簡單，點解開得咁密咧？一陣你睇下個迴旋處就知啦，要不停要有一個迴旋處已經塞死曬啲巴士，要 U turn 倒褪啦，唔係要倒褪啦。因為塞死曬啲巴士，要不停開車嚟喺度救噶啦，已經。要等佢入啦。已經咁塞車度，不停要喺度開噶啦，要。咁我哋睇一個比例上幾多架九廿四啦，嗱兩架九廿六 R 出現啦，跟住就呢架應該又係 R 啦，二百九 R 啦，跟住就九廿四啦。一陣你睇下九廿四個比例有幾多就得噶啦，廿六個人啦而家。四點十七開車，我真係唔知佢幾多分鐘開車，應該開得好密好密噶啦。咁啊，呢一帶咧就係本來就係九廿四要 serve 嗰啲服務嗰啲人嚟嘅嚇，即係呢一帶嚇，就係高堂下陽啦，呢一帶呢啲村啊。应该呢度原来好多牛牛嘅吓，会见到好容易见到牛牛嘅吓，呢度其实系呢度三只牛牛添已经。
好啦，上得四个，三十。上咗三個三十三，再上多一個三十四。
咁啊，上咗三個37日。收得兩個九個，45日。上了10個，55日。
今天上了4.50九人。
咗兩個。
到。请紧握扶手。Lift off the handrail。请紧握扶手。
多咗38个人。最后剩翻个10-20个咧，就喺总站落啦。咁啊，呢度咧一到假日咧就塞到嚟，好恐怖嘅。咁啊，所以咧就啊，啲人都好中意喺度落车，因为真系唔想喺度塞啊嘛，好耐嘅呢度塞。你谂下，而家而家系4:56，就嚟搭咗40分钟车。一到假日就會很多人就搭這條線就去西貢不同的地方就郊遊啊，或者去玩水上活動啊，一定是的，不用想的，一定是這樣的。那我們看看價格是現在有多盤滿撥滿啊。哇，是哇，九巴又贏，坐滿了人。哇，喺 TL8231，啲人應該要追住去搭噶啦。92R 派呢架，哇，西貢好少可派丹尼非丹尼士車噶嘛。啊，而家就仲係都仲大把人嘅，所以我唔擔心啊。我為咗我應該會下一格就搭92R噶啦。咁啊，我哋。在这里落车啦，搭了是4:59，搭了42分钟、啊、真的在西贡市中心位那里，真的多车到阿妈都不认得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下集再讲，多谢大家收听我这个频道。